Daripada cuma yang disampingkan oleh pengawal perubatan tentang penyakit anji mani. Okay, good. Kami memperolehi 这个字, 一听到 kami memperolehi 这个字, 你就知道它是有问题了。 OK， 你不应该写 kami memperolehi。 OK， 这个字有问题。你要讲的就是直接，如果你讲 memperoleh， 就讲 memperoleh 罢了，你不用放 i 下去的。所以是 kami memperoleh。 所以第七题你写一写那个答案，第七答案也是一个 a。 OK， 所以你写一个 a 错的字可以了。所以第七答案是一个 a 就好。所以它错在哪里？它错在就是这个 memperoleh，memperoleh 罢了，它不应该写 memperolehi， memperoleh kan 没有的。 就写 memperoleh 而已 ，right？ 这个是第七题的。所以我们现在 move on to 这个第八，还有一个人还没进来，来换一换人来读一读 ，Marcus 读第八，Aya dan Ade。嗯，Marcus。 Aya dan Ade sedang mengumpulkan buku latihan lama untuk dijual di pusat kita。 OK 好，我给你答案啊，就是什么？第八题我直接告诉你答案，错的是哪一个？答案是 B， 错的。不顾拉丁汉，不顾拉丁汉。这个之前我们在两三个月前我们有教过，这样不顾拉丁汉，不顾拉丁汉是错 ，OK， 不应该写这样子，要应该怎样写？来，大家写一写那个正确的写法给我一下，在 group chat 里面 ，OK， 不应该写不顾拉丁汉，不顾拉丁汉，有没有更好的写法？有。 但是绝对不是这样写，怎么样写？来想一想，一条马路叫加兰瑞尔，很多条马路叫什么？你想到那个，然后你就可以写这个答案给我。所以我在你们在 group chat 里面，现在在 group chat 里面，你写这个答案给我。不顾拉丁汉，不顾拉丁汉，错。我要你改去正确的 ，right？ 我要你改去正确的答案，大家写在 group chat 那边。OK， 不顾拉丁汉，不顾拉丁汉，这样写的错。 怎么样写对的？你想回加兰瑞尔这个字 ，OK？ 你想回加兰瑞尔，加兰瑞尔之前我们有教过，一条马路叫加兰瑞尔，很多条呢叫什么 ？All right， 这样你想到那个答案，你就 try for 这个所谓的那个布拉德安，布拉德安 ，try 一下 ，OK？ 看一下怎么做。 OK， 两个人回答吧，当时啊，两个都是对的 ，very good， 给啊，OK， 其他人呢 ？OK， 其他人啊，有一个 Jared 还没进来，但是不用紧，其他人呢？其他人答案是什么？这个啊 ，OK， 不顾拉丁汉，不顾拉丁汉是错的，什么答案是正确？看一下。 来，其他人可以答我，不要讲不出声 ，OK。 好，没有人理我啊 ，Udik， 你觉得错在哪里？这个不顾拉丁汉，不顾拉丁汉，应该要怎样改？Udik，啊 ，Udik 没有理我，没有写答案给我，啊，只有 Marcus 跟 Kim Chuan 写罢了，展恒呢？不顾拉丁汉，不顾拉丁汉错，要如何改？哎呦，为什么你们会讲 I don't know 呢？这个东西我们已经教过很多次了的。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一边 ，OK， 大家请看 Jalan Raya，OK， Jalan Raya 这个是一条马路 ，OK， 这样很多条马路呢，我们叫什么？我们叫 Jalan Dash Jalan Raya，OK，、okay? 同样道理，这个是一本书，叫做 Buku Latihan， 一个 exercise book 一本，这样很多本呢，我们要放什么？我们就放这个 Buku Latihan， 这个就是我们正确的那个写法。 OK， 这个才对。 OK， 好，所以第八题答案是不顾
latihan. Alright, buku-buku latihan. 来第九题，掌声来读一读第九题。瑟瑟登阿穆瑞，瑟瑟登阿穆瑞 sering menghabiskan masa di pusat beli belah pada masa terlang hingga melalaikan pelajaran. OK， 好，melalaikan就是忽略了，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学业，所以答案是 Donkey， 完全没有错。OK， 第九题完全没有错，所以第九题答案是 Donkey。就是一部分的学生时常浪费他的那个时间点在补上玻璃布拉，然后门拿来看他大家，所以答案是 Donkey 第九题。OK 好，第九题答案是 D， 所以大家写下去啊，我重复多一次啊，我一直在重复啊。第一题答案是 Donkey， 第二题答案是 C， 第三题 A， 第四题 Donkey， 第五题 Donkey， 第六题 A， 第七也是 A。OK， 第七也是 A， 然后第八题 Boy， 第九题 Donkey， 第十题我们的这个第十题还没讲。OK， 好了，我 stop 一下啊，我去找一找那个Jared 先，他不见了很久。OK，Jared、okay, 不见了很久，给我们讲这么久，他都还没进来。All right，Hello Jared。你说你忘记进来了，你以为放学了是不是？三十分钟 ，All right， 所以我们看下一个。哎，杰瑞有吗？有进得来吗？进这了。Hello， 杰瑞，是你吗？你用另外一个电话进来是 ？Hello， 你是杰瑞吗？我 double check 你是不是？看这个，来第十题 ，OK， 来第十题，换一换人来读一读。来第十题啊，就是我来读第一句啦。那这边的题目就要讲 pilih ayat-ayat yang menggunakan perkataan berhuruf contoh dengan betul， 就这边有一个字是歪一点点的，斜一点点的，歪一点点的，斜一点点的，你要去找那些句子，然后你就要找出来，然后你检查一下到底这些字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keharmonian negara， 就是说国家的和谐，akan hancur 的意思是毁灭，受破坏。jika dia ada perpaduan antara masyarakat， 就是你跟我社会之间没有团结，我们国家的这个所谓的 keharmonian 会受到影响。OK， 这个好像是对人的错量啊。我们再看 B 组的那个biskut di dalam balang itu， 就好像一个 beaker 装那个所谓的 biskut 的那个罐头。Alright， hancur kerana balang itu terjatuh。通常这种 beaker 是用玻璃瓶来装，它掉在地上，整个会东西会烂掉、破掉、坏掉。所以你放 hancur 好像很奇怪，这样应该放 pecah 比较适合。然后第三题 ，hancur hati， 就是有一个人叫 Zana。他心毁了，心碎了。Apabila Achuan 啊，们不是 Kim Chuan 啊，是 Achuan 啊。Memutuskan pertunangan mereka， 就是 Achuan 跟他讲，我们不要结婚。Alright， 我们不要结婚，我们要 stop 掉了。所以他的心很灰心，所以这个是对的。这个 Hancur 就不对，这个要改去 Pecah。然后下一个第四题啊，这个所谓的perbuatan muzak menciprak， menciprak 就是 copy 我的东西。OK， rekaan rekaan fashion saya telah hancur kepercayaan saya。 奇怪，这个不应该下放 hancur， 应该至少放一个 menghancurkan。 OK， so 如果你讲第三题是对， so 你就剩下 E、B 的、C 的跟 Donkey。 然后我看回去这个第四题就是错，憨丘应该是错了，要改去猛憨丘看，所以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还是要跟回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这个答案，所以第十题应该是 C 比较正确。Alright， 第十题应该放回 C。OK， 好了，第十一题，第一个 memelihara 叫做照顾 ，OK， memelihara 叫照顾。有的读第一句跟第二句罢了，然后接着读第三句跟第四句 ，OK， 有的读一读。Kerja kerja memelihara。 Yudik 不见了， Yudik
Halim, 你可能学好不好？可以听到我讲话吗？读一读第一句。哎，不要理我。有的。老师，不让我读先啊。好了，就交给你了。来，科杰科杰么么厉害了。科杰科杰么么厉害了。Bangunan bersejarah akan dimulakan selepas mendapat kelulusan daripada pihak kerajaan tempatan. Very good. Okay, 再我解释一下，就是说照顾好这个 building， 照顾好这个 building bersejarah， 就是说这种历史的 historical building 会开始，当他们得到了一个 approval， 就是说得到了一个所谓的政府的地方政府的这个批准。然后第二句 ，OK， 第二句我换杰瑞来读了。The Tapak， 一人读一句，杰瑞读一句吧。The Tapak penduduk。Terdapat penduduk kampung yang masih memelihara binatang ternakan sebagai sumber pendapatan mereka. Very good， 就是说也有一些所谓的penduduk kampung， 就是说住kampung里面的 villager 呢。他们还是养这个比纳当的那干，什么叫比纳当的那干？就是说养那种所谓的养殖业，养殖那些动物，然后拿去卖、拿去杀的东西。OK， 作为 sumber pendapatan， 作为主要的收入。好像我们的那个有一个节日要来了，哈子节，他们就会做这个所谓的牛啊，卖牛啊，汤牛啊，然后做这个所谓的那个拜拜了。Right， 这个是他们的那个节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memelihara 好像没有什么错。这个 memelihara 好像也是没有什么错，我们再看先。这个我读 ，pemakanan seimbang dapat memelihara tubuh seseorang daripada diserang berbagai penyakit， 就是说一个均衡饮食，一个 balanced diet， 可以保护一个人的身体，照顾一个人身体，没有分任何一种的病痛。好像为什么讲 diserang？好像 surround 是 attack 吗？好像我们讲过英文字，有听过 heart attack， 就是你的心脏心脏病发作，我们叫 heart attack。所以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均衡饮食呢，吃的菜多一点啊，吃肉少一点啊，你这 double check 你吃的东西呢，可以确保或者可以照顾一个人的身体， OK， 不用攻打任何的一个病痛，没有任何的 attack。 okay， 第四题， kelakuan seketika berada di tempat-tempat awam perlu kita memelihara。 你要记得 memelihara 呢通常是写在一个句子的前面， OK， 它通常是不可以写在一个句子最后一个句子的。而且另外一个重点是你的 me， 你前面一定要有放一些所谓的东西，比方说科就科就 me 什么啊，这个所谓的有一些人正在 me 什么，或者是这个 permakanan seimbang 可以 me 什么，你才写 me。但是这个你写 kita 哦，你要写 memelihara 可以，但是你不可以写在最后一个句子，你要把 kita memelihara 放在前面。而且你后面的 memelihara 后面一定要有一个东西要讲的， memelihara badan 啊， memelihara 这个什么东西啊，后面是空，它后面完全是空，所以怎么办？所以这个字有问题。所以如果你问我老师第十一题答案要放什么，我看一看上面这一边啊。 OK， 拿到台上了。第十一题要放什么答案呢？OK， 如果你问我第十题要放什么答案，我会跟你讲 U 是 C。OK， 第十题是 C， 一二三。第十一题我也是觉得答案是 C。总之这个 memelihara 错，它要改去 pelihara。OK， 所以第十一题还是 C。OK， 我们再看第十二题。来，第十二题。OK， 换一换，金川来读一读 Plaza Mutiara， 很短吧？金川。啊，金川没在，不可能啊。Plaza Mutiara terletak di antara balai polis dan stesen bus。哦 ，OK， 好 ，Plaza Mutiara 这个所谓的 Mutiara 的这个地方呢 ，terletak di antara balai polis dan stesen bus。如果你看到有的放一个 comparison，OK，、okay? 它是讲它距离那个感觉是在。那个 balai polis dan stesen bus， 它不应该放打这个字，很有问题。这个打，它至少应该放什么？来，所以答案是什么？第十二题，答案是 C， di antara balai polis dengan stesen bus， 这个就是它的 pattern for 第十二题。OK， for 第十二题答案应该是 C。Plaza Mutiara 它是位于这个所谓的 balai polis dengan stesen bus， 所以这个是第十二题。
OK， 来 ，Yudi， 你回来了，读一读第三十三题。Yudi 刚刚我一直找你，你没有理我。OK，Yudi、okay, 来读一读第十三题。Saya harap， saya harap saya akan berjaya dalam ujian matematik pada kali ini， kata Peter。OK，Peter 说，我希望这一次的数学考试我可以成功。All right， 我希望这一次我数学考试可以成功。那这个 Peter 他的那个数学考试应该是差，给他就讲希望可以成功 ，maybe 是及格 ，maybe 是拿更高的分数。所以第十三题你可以看到 ，Peter berharap， 他希望 agar ujian matematiknya akan berjaya pada kali ini。Peter 他希望他这一次的数学考试会成功。pada kali ini， 哎，好像就是答了哦，把我们再看。总之我们每次考试的时候，我们 double check， double check， double check。OK， 这个你看第一句啊。他讲 Peter 希望他考试成功吗？所、so, 以你可以看他这边写什么 ，Peter berharap agar ujian matematiknya akan berjaya， 他的那个数学考试会成功。OK， 蛮熟的，蛮正确的。那我们再看第三题，第三题的 B，Peter yakin， 他有信心 ，bahwa dia akan berjaya dalam ujian matematik yang diharapkannya pada kali ini， 他有信心的成功。在这个数学考试里面，而这个数学考试是他期望了很久的。OK， 然后第 C 组 ，Peter mengatakan， Peter 说 ，bahwa dia berharap， 他希望 dia akan berjaya dalam ujian matematik pada kali ini。OK， Peter 说他希望他可以成功在这个数学里面，所以他也在讲嘛，对呀、啊，他这边是开引号、挂引号，他是在讲话。但是我们看买动机先。来，东基的啊，掌声读一读 ，Peter memberitahu。哎，掌声，来读一读第东基的 ，Peter memberitahu， 不用急，我自己读 ，Peter memberitahu。哎，不，我刚刚耳机脱下来了。Peter memberitahu dirinya pada kali ini tentang harapannya untuk berjaya dalam ujian matematik。Very good. Peter 他告诉他自己，这一次他的数学他很希望可以成功。这边有很多个 Peter， A B C D。所以大家告诉我第十三题答案是什么，写在 group chat 里面。OK， 这个比较混淆，为什么呢？他让你找的就是跟这个句子里面是一样意思的。OK， 跟这个句子里面是一样意思的。Alright， so 你可以看到他讲他希望，我希望我会在这次数学考试及格或者成功。OK， 这个是 Peter 自己讲，还有跟别人讲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Gutter Peter 可把的想法，他只是讲 Gutter Peter 罢了。OK， so 你告诉我答案 A B C 还是 Donkey？ 我给你 tips， 答案不是 boy， 答案不是 boy， 答案可以选 A， 可以选 C， 或者是 Donkey， 你 try 一下。这一题有点挑战，因为它都是差不多一样。它的国语字是什么？我希望 I hope that I can success, I can succeed in this mathematics examination. OK, this time. So 答案应该是 A, C 或者 Donkey， 哪一个比较合适？我第十三题的。OK, 第十三题。All right, 啊 ，Kim Chuan 写完了，其他人还没写。Kim Chuan 写了是对的。OK， Kim 哥写是对的，然后 Marcus 写是对，哎呀，有 Dick 写了，但是他不对，不正确。OK， 他讲他希望可以拿到好成绩，然后这个讲他讲，他这个他没有讲，他讲他这个故事这个句子是讲 ，OK，Peter、okay, 希望啊 ，OK 可以拿到好成绩，而这个 C 组呢，他是讲 Peter 讲他希望。他这一次可以成功 ，right？ 所以答案是什么？啊 ，Kimberly， 你答案呢？啊，哎，有的转了那个答案，厉害了，他可以转那个答案，然后改去正确。还有三个人还没回答 ，OK？ 我有 Marcus， 我有 Kim Chuan， 我有 Udik， 这三个吧。其他人呢？啊 ，Kimberly 也是对 ，very good， 也 very good， very good， 很好。这三题 A、B、C、D、B 不是 ，Jared。还有我们的这个展恒呢？我们的展恒哥在想这吗 ？OK， 答案是什么？答案是 C， 答案是 C。OK，Peter、okay, 他说
OK， 他希望他这一次考试可以成功。OK， 所以 A 跟 C 其实是很像的，只不过 C 哈、哦，他多了一句蒙阿德看罢了。C 他多了这一句蒙阿德看 ，OK， 所以他就正确。那我们看下一个第十四题的。Alright， 第十四题你可以看这个句子 ，Abang Ismail 有一个人，你要选那个对的句子啊。Abang Ismail yang bekerja sebagai pemandu lori. Abang Ismail 是做这个所谓的 lori driver. Menerima gaji bulanan tidak mingguan. OK， 很奇怪哦，这个 tidak 突然间加这边有一个 tidak， 所以他是讲这有一个人叫做 Abang Ismail， 他是做 lori driver。OK， 他每个月都有收薪水，但是他的薪水不是每个礼拜收。他每个月都有薪水的，但是他不是每个礼拜收，所以这个字有问题，你们想一想。然后第二题呢，第十四题的第二个 ，kejayaan yang saya capai， 我所达到的这个成功 ，OK， kejayaan yang telah saya yang saya capai， 我所达到的成功呢 ，adalah golongan daripada kedua ibu bapa saya， OK， 这个错不是 adalah。反而是可读尔以读巴布萨耶，什么叫可读尔？第二名的吗？那你可以这样放可读尔以巴布的，所以有问题哦。Alright， 有问题这个。然后 C 组的 ，OK， 你告诉我答案了。第四题，你可以告诉我答案了，已经很明显了。当你发现第一题又错，啊，第二题又错，这样你可以看到答案剩下一个吧？我看到有点写很兴奋的答案了 ，Very good， 有点对了。来，其他人可以 try 写那个答案 for 这个第十四题。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他不应该写这个所谓的 tidak mingguan， mingguan 是 weekly， 他的薪水是每个礼拜给吗？不是，他薪水是每个月给的，所以他不应该写 tidak mingguan， 他至少应该写一个 bukan mingguan。然后第二题 kedua 错，应该要改去 kedua dua，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跟二都是错了，所以答案剩下三跟四，三跟四，所以你的答案应该是 boy。OK， 好了，你的答案应该是 boy。Alright， 所以大家如果专心听，非常好 ，very good， 谢谢你们的配合。把我再读完这个第四题先，第三题先。Sumbangan wanita dalam 啊 ，sumbangan 那个 kaum wanita dalam bidang perubatan tidak dapat dinafikan sama sekali， 就是说你不可以否认女人的那个贡献在那个所谓的医学方面，你不可以否认他们的贡献 ，you cannot deny them。哎，女生她们的贡献也是蛮大的。来，下一个第四题 ，Karim 这个人 ，Rajin menelaa 就是很努力的钻研，就是说读书啦、做研究啦、做练习啦、读参考书啦。OK， 这个叫 menelaa。OK，Karim Rajin menelaa pelajaran， 他很努力的去求学。OK， meskipun matanya agak kabur， 虽然他眼睛 blur， 但是他还是很非常的。努力的去学习，所以第十四题答案是 boy， very good。OK， meskipun 叫做虽然啊， meskipun 的意思叫做虽然。meskipun， walaupun， 还有 sungguhpun 的意思都是叫做虽然。OK， 虽然。等到我这边，哎，你们来了就好，别这么冷。哎，我冷这边。OK， 好，所以来下一个。OK， 我们现在看完第十五题。OK， 第十五题 ，nasihat yang baik diterima dengan baik。OK， nasihat yang diterima dengan baik， 就是说人家会好好听你的这个所谓的劝告。OK， 人家会好好听你的这个劝告。什么叫做 A garam？jatuh ke laut， sorry， garam jatuh di air， 就是这个答案 A。 OK， 然后 B、C、D 都是叫做白费心机。 OK， 我现在写那个字给你们看啊，这是第几题啊，直接跳到去这个第十五题。 OK， 第十五题的答案呢 for 这个所谓的 garam jatuhDIA， 它的意思叫做 OK 吸收劝告。
OK， 细手劝告，或者是很快明白那个劝告。然后下一个全部叫做白费心机，全部叫做白费心机。第一个叫做所谓的 seperti mencurahkan air ke kaum keladi， 这个叫白费心机。我检查一下啊。OK， mencurahkan air ke daun keladi。OK， mencurahkan air ke daun keladi。然后 mencurah garam ke laut， 还有这个 hujan jatuh， 还有这个所谓的 hujan jatuh， hujan jatuh 什么？ hujan jatuh ke pasir， right？ OK， 写那个国语字啊，那个谚语也是要写啊。OK， 这些都是白费心机， hujan jatuh ke pasir。Seperti mencurah, 那个所谓的mencurah 什么？Mencurah garam ke laut, garam ke laut, okay, ke laut， 就说把盐撒去那个大海也是白费心机，所以就下面这边一二三全部叫做白费心机，但是上面的这个所谓的那个细手劝告啊。人家劝告你啊，这个就是正确的。Alright， 写完了的按举手一下，记得国语字是要写的，不要只写华语字就讲拜拜啊。国语字是要写的 ，OK， 写完了的告诉我一下。OK， 好了吗？好了的按举手一下，上个厕所先。OK， 等一下我上个厕所先。卡记，就是说你已经研究了这个目标。Form 1的 Form 1只有一个 novel 吧， Form 2一个， Form 3也是一个， Alright， 你在整个 Form 1到 Form 3你学三个国语 novel 吧，就你在 Form 1里面你学过了这个 novel， 你根据其中一个 novel 里面，尤其是这个答案是一定是第二个 destination， 因为我们解释很多次了，在整个马来西亚不是你的，不是只有一本那个 Form 1的人去学的 novel， 每一个不同的州都要学不同的 novel， alright， 你是 KL， 你是 Selangor， 你是学的 novel 叫做 destinasi impian， OK， berdasarkan novel yang anda pelajari， 根据你所学过的这个 novel， 啊， kemukakan tiga nilai murni serta contoh peristiwa yang sesuai， OK， 根据你所学过的 novel， 给三个 nilai murni， 然后再给一个适当的一个 contoh， 所以我们看一看。我写答案给你们在这边 ，OK， 写答案在这一边。这个是第几题？这个是我们的索阿兰，看一看啊，索阿兰第一个 novel 的部分 ，OK， 我们有索阿兰第一个 novel， 大家写下去索阿兰第一个 novel 的答案。OK， 尼奈姆尼是什么意思？尼奈姆尼就是那种所谓好东西啊，不当公交啊。白哈蒂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在 novel， 但是你要 based on 你自己的那个故事里面有啦，就好像你故事里面有的东西你都是可以写出来的， alright， 你故事里面有的东西你们要努力你都是可以写的， OK， 好了，这个要抄了，就这边 ready 啊， copy， 我们还有三分钟这边会关了的， OK， 你们先抄先， OK， copy 这个 novel 的东西， alright， 第一个你就说berdasarkan， OK， 第一句最简单的开头你要记得，你每次讲 berdasarkan novel tingkatan satu yang saya kaji， 我是新的一面哦，这一面呢，对，你讲 berdasarkan novel tingkatan satu yang saya kaji， yaitu， 那就是你的 novel 叫什么名字，叫做所谓的 destinasi impian， yaitu destinasi impian， 然后逗号，他的作者作品叫做凯亚，作者叫什么名字？叫做 Muhammad Ismail Sarbini， 就是他的作者的名字。OK， Muhammad Ismail Sarbini。OK，
Okay. So, 你的开场白，每次你写 novel 的时候，你的题目问 novel 的时候，你在 form one 你就讲 berdasarkan tingkatan satu，你是 form one 吗？是啊，啊，你是去的往 form one 的 novel 咯，对吗？你就写 form one novel 咯，叫什么名字？叫做 destinasi impian 就可以了，你这样讲就可以了。它的名字叫做 destinasi impian，所以不管你什么题目，问 Nina Muni 又好啦，问 Pengajian 都好呢，你都是这样子写，安全。OK， 你就这样写。 Okay, 你的题目你一定要写，这样写什么 ？Novel tingkatan satu 叫什么名字 ？Destinasi impian. Okay, 好了，当你写完了过后呢，你要做什么？你要讲下一句，你要写下一句的东西，就是因为题目是问什么？问那个所谓的 Nilai Muni， 你就讲给老师听 ，Tetapi beberapa， 你讲有几个 Nilai Muni yang telah Tetapi beberapa Nilai Muni yang telah yang telah dipaparkan dalam novel ini. Okay, 可以抄了 Right, 你们先抄先。有几个 nilai muni 有几段？那这个问题很好。 Novel 它可以分一段，也可以分三段。像如果你问我，老师你要写一段比较好，还是写三段比较好？我会鼓励你写三段。 Okay, 它很短罢了的，novel 很短罢了的。Right, 你们写好先这个。 有的话，我们就 stop 一下。